我们即将前往岛上最阴森的祭台，当将活人贡献给冤魂阿离。不要！救我！救我！老钟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活人献祭重现，度假天堂小岛沦为怨魂地狱。你们之中有一个已经死了，你们马上把那个人杀死。欺负朋友就是这种心态。阴潮，3月23号晚上9点，东森电影台索命开始。